怕你，你给我说明书干嘛？这个柜子装完就是晃的。果然，孩子开口第一句，叫的还是他妈你。我天天教你带你，可不是尊重你，我也不是跟你比，但他明显更爱你。 我明天自己一个人去迪士尼。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不刮腿毛啊？当时我心里就想说，我的腿毛扎到你了吗？这次我喜欢的女孩，她说她没有老公，她说但是我有个儿子。 他的儿子吴磊刚读完高中，今天对他嗨了6次，让你非常不嗨。你好庆幸他刚才没有进来避雨呀、啊，因为他也看到里面有你在。他看着我说：“哎，你好熟悉，昨天让车给我的好像也是你。”对，因为我不想上班。 我不想上班，我不想去公司改 PPT。大哥，你别磨叽，你赶紧骑，明天后天都让给你。我只说了一句短一点，他就推掉了我的美人尖。他还有脸让我办会员，让我下次再来找他钱。我前女友昨天约我见面，我都说相见。 不如怀念。可惜我今天毕业了，一切要结束。还记得你之前跟我说我能及格，猪都能上树。可教练，我拿到驾照了，猪不仅能上树，还能上高速。我再给你来个倒车入库，哎，压线了，难受不？以前我不敢顶撞，现在顶撞你可扛不住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冕。哼，又回来比赛了哈。确实哈，去年夺冠之后，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但是也不太大。这一年呢，我就是偶尔有活就接接活，然后绝大部分时间呢，主要还是躺在家，看一看李雪琴的综艺，还有杨笠的热搜。当然还是有些节目找我啊，然后能看出来我就在上面就是非常努力的展示着自己的平平无奇啊，所以想还是回比赛吧。正式开始比赛啊，我们今天呢聊的主题是心理健康。我就发现好像很多人都有一个共通病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痛苦的情绪都是来源于别人。好，这首歌送给大家。 怎么样？噔噔滴噔哒噔梆！你不要打断我节奏。人刚进入情绪啊，再来一遍。OK， 我这个点儿，搞音乐的啊，真的是。 说唱，懂节奏，懂 flow， 玩起来了，玩起来了。午餐过去了啊。你俩要是拍的话，赶紧先拍完，好不好？你得让我们找这个点儿啊。我们不懂，跟不上。知道吧？早知道我当初就该拉住你，告诉你不要为了工作如此拼命。早知道就劝你多休息，多注意身体。现在就不会隔着玻璃看着你，怎么你就突然变成了我的总经理？我们一起进的公司，你还是小老弟，我也不是跟你比，但你好大的差距，我却只有为你卖命的好身体。人总是产生很多情绪，因为你忍不住会和别人做对比。早知道我就不该天天待在家里，为了陪孩子放弃事业上升期，还每天对着孩子教他说英语，呆弟呆弟换尿布了呆弟。果然孩子开口第一句叫的还是他妈咪，我天天叫你呆弟，可不是尊重你，我也不是跟你比，但他明显更爱你，我明天自己一个人去迪士尼。无论生活中什么事情，你总是克制不住自己去和别人比，终于今天你放过了自己，因为你和他一样也当上了经理。我不用再去对比，因为我和他是平级，我当上了经理，在我最好的年纪，今年我38，但他好像27，怎么比我年轻的时候有出息？因为他没有错过他的上升期。人总是不停为难自己，陷入反复和别人去比较的情绪，甚至还不止去和别人比，还和过去的自己比。这个高音我去年能唱上去。我怎么比不过去年那个优秀的自己？我今年还来参赛，到底是缺哪根筋？肯定比不过去年的自己。发现我们真的好像什么都要与其他人进行对比，成绩、体重、身高、工作、房子大小，什么都要比较，就算你得了病还要让观众投票。哎，这个更好笑。真的没必要与他人做比较，只会没完没了徒增自己的烦恼。我现在就要放弃和别人做比较，留下你们为了比较而烦恼，这样我的心态就比你们好。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生活的小诀窍，如果你比不过别人的时候，就说你本来也不想要。好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冕。刚才颜悦讲了很多关于男生的段子，是吧？巧了，我今天准备的就是一首关于男子气概的歌，很慌啊！我感觉我们男生好像时刻都在被男子气概绑架着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。我5岁生日那一天，我爸就指着我：“王冕，你是个男人了，男人从来不过生日。”所以我们男生啊，经常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傻的行为，单纯只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证明我是个男人。请欣赏一首男人的歌曲。安诺曼 ，No cry， No birthday， 你给我放下，女人，放下你的二维码。 不要跟我说什么 AA， 这顿饭我全款拿下。你给我放下，怕你？你给我说明书干嘛？这个柜子装完就是晃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太会装了。安诺曼，你给我放下，妹妹，我用不着平起子。你难道不知道男人为啥？ 长了2排牙，再来一打。你给我放下你的电话，根本用不着上网查。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癌症我还不会治吗？安诺曼。 你给我放下，我说了半天了，你听不懂吗？你听不懂吗？你把我放下，我说够着了吗？不用你帮忙，我。 本来也没想拿它，就算我真的想拿，自己也有办法。摇摇也掉起来了，柜子是晃的。安诺曼，你给我放下。 这都过了多少年了？放下你的前任吧，王冕，你给我放下他。Because you're a man. I'm a man. 让女生面对危险，不像话。就算他已经抓到了蟑螂，你给我放下，我抓。真的男人翘起兰花指，不像话。就算你是张学友，你给我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 想家，就算我需要抱抱，我也不表达。所有脆弱全都自己一个人消化。什么时候才能把男子气概你给我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？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3胞胎。 人表演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少说一点词儿。三句半呢，我天哪！为了跟王冕合作，我们特意去学习了音乐，没学会唱歌，但学会了如何表演音乐。其实我们想和王冕合作呀，是因为我们觉得女生在生活中有很多话不好直说，有很多想法不方便说，所以我们就打算让王冕把这些话说出来。 就比如说呀，我特别讨厌在夏天穿短裙，因为穿短裙太热。但有男生会说：“你们穿短裙还说热，真矫情！我们还要穿裤子呢。”其实我穿短裙比你穿裤子热多了，但我没法跟你解释，我没法跟你开口，我真想对你说：“老娘比你多了一条，多了一条，打你裤，打你裤。” 这感觉就像你夏天穿着短裤，里面还有条短裤，里面还有条短裤。你说我为了凉快，不穿打底裤，穿打底裤，我走的每一步都会像玛丽莲梦露。 还有另外一种场合，我们也会感到很有压力，那就是饭局，尤其是那些男性浓度过高的饭局，因为那些男性啊都太会表达了，而我们只有在表达以下观点的时候，才会受他们欢迎。嗯，是，对，哇哦，嗯，是，对，真的吗？是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是啊，好有道理啊！ 格局最大，地球容你不下，跟你一比，我们就是在过家家。还有些时候啊，有些人用一句话就能让我们不舒服，比如当有些男生提醒我们：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不刮腿毛啊？”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，我的腿毛扎到你了吗？比如，当我们精心打扮了去上班，有同事跟我们开玩笑：“你上班还打扮得这么好看，是为了给我看吗？”当时我心里就想说：“那你穿得这么丑，是为了恶心我吗？”但如果我们不打扮去上班，老板又会说我们：“你上班怎么不打扮呢？”这样会让我觉得呀，在你心里，你并不尊敬我这个老板。当时我心里就想说，他怎么说出了我的心里话？最后这种情况啊，跟前面几种都不太一样。如果你也经历过，就绝对不可能忘掉。那还是在大学的时候。 那一天，我快要走到寝室楼下，突然跳出来一个男生，蒙住我的眼睛，把我拉到暗处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横幅。 那个男生抱着吉他，单膝跪地。我爱你们有多深？周围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路上的人，宿舍楼上的人，都开始喊：答应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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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应他。那一刻，我完全说不出话，但是我的心，救命啊！ 好尴尬，月黑风高，道德绑架。啊，你准备了这么多蜡烛啊？快闭上你的嘴巴，友在唱歌啦。你以为男生会弹吉他特别的帅吗？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想呈现这段表演，就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只是女生，很多人包括我，生活中都有很多时刻你不敢表达。因为好像比起自己，我们会更在乎别人的感受，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解读，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，在乎别人有没有给我们投票。但我们今天就不怕了，因为我们想被投票也没有资格了。谢谢大家。然后这一年呢，一直在努力的让自己音乐变得更专业，往音乐圈靠。我就发现那些专业的歌手啊，他们在唱歌之前啊，不会直接 Q 歌名，而会说很长一段话，然后把名字放在最后。就比如说，之前看五月天的演唱会，阿信就说，他说我知道，很多人在工作以后，逐渐被生活磨平了棱角，撞得头破血流。但我希望，无论你在哪，你在做什么，都可以保留心中那最后一份倔强。全场就哇！太吓人了！所以今天我也会用这种方式 cue 我的歌名，把名字放在最后。你这一生会碰到很多人，也会爱很多人，但只有一个是你的最爱。只有那个女孩啊，你才想跟她走完一生，她就是我爱的女孩。但后来他妈不同意，过了，收一下。我爱的女孩送给各位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，就是可能谈过很多段恋爱，然后发现你喜欢的都是同一个类型。唉，一定是上天对我的捉弄。我怎么想也想不通，为什么每段经历都如此的相同？我爱的每个女生她都有老公。你说她常年在外面工作，你说她外面的女人很多，她经常把你冷落，也不关注你微博。我老公谁啊？你说我的老公就是王一博。王一博跟我差距，那不都姓王吗？你了解他的所有行踪，截图他的一举一动，你反复刷着他的每段吻戏，激动地问候女主的祖宗。你说他有你最爱的笑容，你说他破音都让你心动。你说你一生挚爱就是王一博，还有肖战、李现、邓伦、王思聪。一定是上天对我的捉弄，我怎么想也想不通。这次我喜欢的女孩，她说她没有老公，她说但是我有个儿子，她的儿子吴磊刚读完高中。你说她常年在外面奔波，你说她外面的妈妈很多，你说你从不吃醋，你儿子还有3个。为了安全，我就不 Q 名了。他们是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。你陪着他们度过懵懂，你们一起走过春夏秋冬。你说你看着他们逐渐成熟，很感动。儿子，你可终于长大了，以后你就是我老公。你总说他真的很优秀，你会一直陪在他的左右。你发誓你会不离不弃，一生守候，直到他公布恋情上了热搜。你为他控评，为他战斗，谁都不能批评你的爱豆。你从来不怕出头攻击其他网友，反正结果都是他来承受。他代言被撤一夜凉透，梁家文是被谁搞臭？可能是被你搞臭。没想到真的会有奇迹，遇到了不追星的你。你是我喜欢的女孩，我为你着了迷。我好想娶你回家做我的老婆，你说好不好呀？心猿皆一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王冕。好，说到主题赛了是吧？保持联系，保持距离。听起来就很像是我跟这帮同事之间的关系啊，就这帮演员，你说熟悉吗？好像也没那么熟悉。就哪怕我已经工作3年了，前2天因为出差 ，Rock 跟我说：“哎，王冕，帮我把机票一起订了。”我说：“行，没问题。”Rock， 你叫啥？Rock， 你叫啥？我从来没见他讲过。对。所以我生活中真的很害怕与那些不熟的同事独处，因为根本没话说。就我们公司啊，效果文化在25楼，就2个人坐电梯，你能跟他说的话最多撑到2楼半。哎，来了，哎，来了，3楼，4楼，我先下了。所以我相信你们肯定跟我一样，就是有的时候为了回避这种尴尬，你碰到这种同事，你就会主动绕开走。今天这首歌讲的就是你和他的关系。有的时候，你为了躲开他，你变得神经兮兮。他下班站了半个小时，等他的车来，淋着雨一动不动，原地等待。终于，他上车离开便利店的门外。你才敢从便利店里面出来。今天你们在公司聊了个痛快，一见面嗨嗨拜拜。今天对他嗨了6次，让你非常不嗨。你好庆幸他刚才没有进来避雨呀，因为他也看到里面有你在。这就是你们的关系，总是相互回避，没有共同话题。昨天上班他走进你那部电梯，你赶紧掏出没有信号的手机。唯一一次你们相处没有压力，是上次拼车回家，全程10几公里。你总会想起那段开心的回忆，因为他一上车就睡了过去。他也很开心，我演成这样他都能信。你很怕上厕所和他相遇，因为迎面走来总得寒暄几句，偏偏每次你翻来覆去，只会问出那个明知故问的问题。嘿，老王，上厕所啊。嘿，张哥，你上厕所啊。哟 ，David，WC 啊，你上厕所吗？你上厕所吗？赶上高峰期了，出来有点早了。你上厕所吗？还得问几遍呢？怎么排队的人那么多？原来是我走错厕所了。有时候你上完厕所，正准备离开，突然他打着电话走了进来。40分钟之后，终于听到他说拜拜。你想站起来，却站不起来。你总是尽可能回避和他的交谈，偏偏回家坐地铁赶上同一班。那天你绞尽脑汁和他聊了5站，哎，我到家了，下了，走了。等他离开，回头再等下一班。这就是你和同事的关系。如果谁离了职，还是会发条消息，说出自己都不会相信的那句。以后没事一定和你常联系。本来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一直这样继续陌生下去，偏偏昨天却发生奇迹，你们变得亲密，有了共同话题。就因为你发了条朋友圈，却一不小心忘了把它屏蔽，突然他给你发了消息，说他特别赞同你，你们就变成了好朋友。就因为你发了那条，我老板脑子真的有问题。好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冕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最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，就我比较理解建国，我也特别喜欢逃避。就是有的时候啊，我做一件事情，不是因为我真的想做这件事儿，而是因为我想逃避另外一件我不想做的事儿。我这一生都是这么过的。清晨的阳光照进我心里，呼吸着雨后的空气。他拿着一个公文包，对着我说了声谢谢你，因为我刚才毫不犹豫把唯一的共享单车让给他骑。他看着我说，哎，你好熟悉，昨天让车给我的好像也是你。对，因为我不想上班，我不想上班，我不想去公司改 PPT。 大哥你别磨叽，你赶紧骑，明天后天都让给你。起来，音乐能顶上去，起来，给灯了，音乐可以顶上去。转眼来到晚上10点半，我主动留下来再加班。我开心的坐着 PTT， 保洁阿姨都有点着急。她说：“小伙子怎么这么努力？”因为我不想回家陪女朋友，陪她看脑残的偶像剧。阿姨，我宁愿陪着你。阿姨，一会儿我送你回去。完了，我被淘汰了。上周我见了女朋友的爸妈，第一次见面我不能搞砸，我带他们去了最好的川菜馆，因为听说他们不能吃辣。我不想结婚，我不想这么快就安定下来。服务员，加盘菜，辣子鸡不要子鸡。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，世上无难事，只要会逃避。昨天我妈给我打电话，说我爸来上海看我了，让我去车站接接他，不想去，没借口，没办法。我问我爸，你几点到啊？我爸说他没来上海啊，他只是不想在家陪我妈，不想再听我妈唠叨了。他说他就住在朋友家，打麻将呢，挂了。一直在想办法逃避，还为此付出很大的努力。包括今天上台，我都有很大的压力。我特别害怕我自己把吉他弹错音，所以我早上特意去了趟录音棚。我不想弹吉他，我害怕弹错音。咱们大张伟和李云迪，我玩什么乐器？啊，我又开心又难受。 生活就是有很多问题，让你下意识的想逃避，哪怕只是暂时的，想办法不面对去逃避。昨天我反省我自己，对着镜子，站在厕所里，我不停的告诉我自己要改变，去面对，别逃避。我把自己关在厕所里。 就看不见屋里的垃圾，我不想下楼倒垃圾。好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冕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聊遗憾是吧？哎，其实每个人人生都有点遗憾。我刚看到这个选题的时候，跟我妈聊了一下，我妈说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生我生得有点早，就是如果我能晚出生几年，她就能给我提供更好的生活。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。 市场上还没有来自新西兰、营养满满的蓝河绵羊奶粉，天然乳苷是牛奶的 1.5 倍，我早喝着不至于这么矮。好了，聊正事了啊！今天主题是遗憾。哎，其实人生中很多遗憾，就是因为你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，然后你会为此难过、后悔很久很久。如果可以重新来过，你会怎么选？ 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，你会怎么选择？你还会嫁给他吗？还会背井离乡吗？这一生最让你后悔的是哪一个选择？如果你问我，那我就会说，我昨天。 我就不该去那家理发店，我就不该去那家理发店，我就不该去那家理发店，他们毁了一个美少年。我就不该去冒这个险，就因为新店酬宾便宜点，是不是人生就无法避免碰上几个错误的？ 理发店，当然，人生中还有很多更值得我遗憾的事儿。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，你会怎么选择？你还会错过他吗？还会选择放手？ 如果我当时有挽留我的前女友，亲爱的别走好吗？我们就不会分手了。但她现在也会离开我，因为我昨天去了那家理发店，我就不该去那家理发店。我只说了一句短一点，她就推掉了我的美人尖。她还有脸让我办会员，让我下次再来。 找他钱，我前女友昨天约我见面，我都说相见不如怀念。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，你会怎么选择？还会坚持这份工作吗？哪怕有人质疑你。你会不会剪头发？你是否也感到后悔过，把爱好变成工作？是不是小时候给奶奶梳头，奶奶夸你梳的真不错？我现在真的不想做脱口秀了。 我想去你们店做发型总监，我就有权利开除店员。你猜猜我想开除哪个店员？他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不止我不该来这家理发店，你也不该来这家理发店。 人生总是有很多让你后悔的选择，眼泪流干了，也回不去了。头发总归有一天还是会长回来的，有些遗憾却是一辈子的。你说你如果没坚持梦想，不会负债累累。 如今还在漂泊。你说你应该多陪陪父母的，你说你后悔离开家了。你说你，我说大哥，你快别说了，你激动的手都抖了。我就不该跟理发师聊天，我就不该跟理发师聊天。我只问了一句：“你干了几年？”他就一边痛哭一边给我剪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冕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啊，一路唱着歌就到决赛了哈。今天主题聊的是起点跟终点，是吧？我脑海中浮现了很多人。 我觉得人这一生就是要跟不同的人相遇，然后别离。所以今天这首歌，我想送给我生命中曾经出现过的这些人。好，谢谢。多希望我是你的男朋友，就会陪在你左右。 你负责美丽温柔，脏活累活我承受。可惜我现在并不是你的男朋友，只能眼睁睁看你一个人把5个行李搬下8楼。谁让你昨天跟我分了手？我已经变成你的前男友，你的生活我现在不方便插手，你自己上。 打车自己走，不打扰是我的温柔。不是所有的分别时刻都要体面的，他都对你不好了，干嘛还要对他客气呢？多希望我还是你的学员，经常给你送礼物，你有事没事喊我一声哎。 废物，可惜我今天毕业了，一切要结束。还记得你之前跟我说我能及格，猪都能上树。可教练，我拿到驾照了，猪不仅能上树，还能上高速。我再给你来个倒车入库，压线了难受不？以前我不敢顶撞，现在顶撞你可扛不住。 多希望我们还是好兄弟，能一起喝啤酒。每次我们一起踢足球，你总能突破我的防守。可惜我们现在并不是从前的好朋友，因为你不仅抢了我的球，还抢了我的女朋友。你女朋友正在把行李搬下8楼。你怎么还不敢露头？我才知道我们的共同爱好不只是啤酒和足球。你们的生活我现在不方便插手，他自己上楼自己打车走，不打扰是我的温柔，我这该死的温柔。 不是所有的分别都是体面的，他都对你不好了，干嘛还要对他客气呢？多希望我还是你的租客，今天我却要搬走了。说好了3年不涨房租的，你却说穷鬼那就别住了。我一个人把行李搬下8楼。 正好碰上来看房的，我说你是来看803吗？那我不知该不该说。我听说了很多都市传说。 这房子挺邪门的，我听之前的租客说，他住进去就倒霉了。他先丢了女朋友，踢球被人抢球了。最离谱的是，他那天他倒车入户压线了。算了，就当我没说，住不住你自己选择，不打扰是我的温柔，我这该死的温柔。不是所有分别的时刻都要体面的，他都对你不好了，干嘛还要对他客气呢？这世界一通吻你，你不要报之一个；这世界一通吻你，你扇他巴掌啊！再见，大家好，王冕。这是我在这期节目最后唱的一首歌了，然后。 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舞台上唱过什么走心的歌曲，都很燥嘛。然后今天最后，我希望能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男孩的故事，全在歌里了，好吧？老师，音乐，好的。1994年，他生在东北的小城市，他长相很普通，命运很平凡。他考上了普通的大学，学着普通的专业，他用吉他唱着不一样的音乐。2017年，他参加了一档综艺，然后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机。 他收获了很多粉丝，粉丝都说：“我爱你，爱你毛不易。”为什么那年我参加了吐槽大会，他却选对了综艺？我恨你，我恨你毛不易。为什么咱们两个人，一个在天，一个在静安区？那个东北的男孩，他其实也很幸运，能够带给人欢笑，能够做喜剧。他在脱口秀大会收获了很多粉丝，他的风格与众不同，饱受争议。喜欢他的人都说：“我爱你，我爱你，王建国。”我怎么就没想到谐音梗能那么火？我恨你，我恨你，王建国。为什么咱们两个人，一个在天，一个1.7米？很多人都说我不能离开吉他，说我离开吉他就不搞笑了。 我现在就要离开吉他，我好像真不搞笑了，还是报上吧。喜剧啦。你看沈腾、徐峥全都过劳肥了。爸爸，爸爸，我对你没什么说的，我只是提了你老婆，顺便提下你吧。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年纪都大了，其实也没那么大，我只是煽情一下。别给我冠军，我不想拿，因为我今天没背包，奖杯不好拿。结束了，我的朋友啊，大家都在身边，结局就是好的。结束了，我的朋友啊，就算提前到了终点，还能再次出发。我的朋友，再去喝杯酒吧。